这里怎么多出了一个公告板？上面驯兽课，我们先去比赛现场看。庆贺吧，各位参赛者！各位想必对指挥驯兽，我向各位保证，我们为本次，哈哈，请大。此外，本次大赛还得到了枫丹大商人埃尔辛根先生的赞助。如果有人能在决赛之后，此外附加的唯一要求是，哇，那个附上随随便便就能，不对不对，要不然我们先去参加比赛，试试他们说的一只宝珠大帝管不管用吧。才没有啦，而且听他说的信心满满，我也想见识一下能把驯兽驯服的东西有多神奇。虽然驯兽以前给我们没有安全问题的话，我们就不用再说了。如果能拿到不错的名次，还可以顺带赚一点苦劳费，一举两得嘛。好，这那边应该就是报名。咦，之前的人还没登记完吗？黄金流星旅行者啊，你是？你们很强，从我们可惜，根据这场大赛的规则，比赛的重点是捕捉。说的也有道理呢。等等，你也不像工作人员呀。我叫海尼耶，曾为镀金旅团工作，负责驯服暴躁的驼兽。在此之前，不过我这种不识字的粗人只能给佣兵们打杂，报出名号也在驯兽这一行我有不少心得，你们需要我指点一下吗？无论作为盟友还是对手，你说得好，有个懂行的人来指，那就收好这个一只宝珠吧。真是个雷厉风。这里就是捕捉区域了，这一带一只宝珠能捕捉和收纳驯兽，我建议你们为每只驯兽确认一个代元素种类加编号，总觉得这样的名字有点单薄呢。海尼耶的这只驯兽看起来很有活力，不如就叫蹦蹦开心果。多此一也对哦，你此乃天道，
这些名字都很不错吧，在赛场上大声喊出来的时候肯定很威风。这种驯兽头顶圆圆的帽，你看你看，它很开心的样子。东东小圆帽好，以后我们就要互相关照了。东东小圆帽，我们就一鼓作气捕捉兽。很好，四只驯兽集齐了，下一步进展比想象中要快得多呢。谢谢你了，海尼耶。我们先……啊，你们快看，那边有个人在晃荡，身边还有个驯兽围着他打。啊，他突然倒地了，我们快过去看看吧。实在没有力气了。你受伤了吗？要不要紧？拿下他，霍伊。等等，我只是有点累，走不动了而已。还要找到余下三个蘑菇伙伴才能获得参赛。莫非我也没真正有优势，就拜托你们了。你们不要自暴，就算你要和我们，就像我们是……这是在夸我吗？报上你的名。这真的，我叫莱伊拉，是利多梵蒂学院的普通学员。要是能进入八强，我就……规则不过……平常我随便运动，只是这点事嘛。不只把驯兽当成伙伴，你们很快就理解了窍门，还有余力，祝你们一切顺利。海尼耶，我们还没感谢你和火衣呢。没关系吗？应该不会吧。海尼耶说话的方式很直接，确实给人一种不好亲近的感觉。对啊，这现在大功告成。其实我希望最后也不用和你们对抗了。哎呀，这不是小家伙？果然你们又一次出现在了热点的前沿。神这场比赛的广告都打到到期来了呢，还特意在八重堂门口发了传单。你们不觉得这样的比赛和轻小说是绝配？八重堂正在筹划风靡下个50年的杰作，主题也是伙伴和竞争。当然，为了更好的，这位就是我的搭档，
左右家为他解。没想到这次的阵仗这么大。左右家，来认识一下小家伙们吧。是，我为了写出神。对，就算你是神子的，就是这种气势。你找到那种感觉了吗，左右家？我完全没感觉到。那你就先回旅馆吧。这个人好可怕，他好像很厉害。这位田径的朋友是？他是我们在捕捉驯兽，莱伊拉想把训练驯兽。真有意思。我叫八重神子，一个兴趣使然的轻小说编辑，现在对你就挺感谢。两位，之前太感谢你，我想好好了解四位蘑菇伙伴，为预赛做好准备，就先去训练了。注意体能啊，莱伊拉，感觉你的气势吓到他了啦。哦，我有这么可怕吗？那我可得和他再多做一些交流，化解误会呢。不过看你的眼神，似乎还有看见你没有被热闹的气氛冲昏头脑。久仰大名。咦，是大赛？哎呀，看来大赛的进展很顺。说笑了，八重，看来你已经尝试过一只宝珠了。现在的我只是一少安无躁，考特利亚先生。况且八重，哎呀，说得挺中肯呢，艾尔辛根先生。能被八重公司如此肯定，是另外久负盛名的旅行者。神子，他们好像是来和你将一场新兴的赛，何况这场大赛才刚刚开始，还不知道最后会办成什么样。驯兽看似，原来神子也这么想，至少被他影响的驯兽都变得超级乖巧了。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无语，那就预赛见了。这次真是来对了，不仅认识了新朋友，还碰见了神子，比赛应该也会很有。好了，我们就按海尼耶的建议去领取花花琼枝，好好培养东东小圆帽吧。终于来了，夺冠大热门。当然了，你们领取一只宝珠的时候，有海尼耶小姐这样的专家。听起来还
小圆帽和其他伙伴应该就可以在战斗中发挥全力了。距离预赛还有一段时间。 What?